好，我是丁妹，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个企划，刚过三十岁，我们要去外县市挑战生存30个小时。在我要拍这支影片的时候，我新加坡的大表姐回来台湾了，欢迎热烈欢迎！其实我每一个县市我都没有玩过，因为我每次回来也都只有在台北，对对对，见你们比较短期。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第一集想要邀请大表姐去台湾。到处玩玩，在我跟大表姐出发之前呢，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兼具简约时尚跟怀旧美式风格的韩国品牌 Covernet， 在韩国真的超级受欢迎。最有名的系列呢，就是他们的大学 T， 没错，就是男主和男神穿过的那一款，还有其他超大咖的艺人明星也有穿过，池昌旭、李东旭、李圣经、金智媛都有穿过他们的单品。那今天我穿的衣服呢，就是他们让我挑的款式，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大大的 C 的 logo， 像是这里呢，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rown， 穿着 C 就代表好像穿着我自己的衣服一样，所以特别有感。那他们最经典的大学 T 跟帽 T 真的是一摸就知道真材实料，质量真的是蛮好的，应该是穿十几次都不会皱的那种，一穿上去那整个美国的 chill vibes 都出来了，特别特别的喜欢。但是也要先跟大家说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版型是偏大的，如果是像我这种比较娇小可爱漂亮的女生的话，我建议拿 S 号，但是如果你想要追求穿的比较宽松一点啊，就可以拿 L， 像我今天穿这个就是比较 oversize 的感觉。 Covernet 除了经典款的大学 T 跟帽 T 之外呢，还有非常多很可爱也很特别的款式，非常适合日常穿搭或者是情侣穿搭，可爱的、学院风的、保暖的、城市女孩的，真的是各种风格都穿搭的出来哦，质感真的不用说，可以放100个心，真的是非常的优。那可以买到这些衣服的地方就是 Covernet 台湾虾皮官方商城，我就是在这边下单了自己喜欢的款式，花了大概10000多块。我真的是在工作，绝对不在乱买，是不要让阿弟知道哦。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容易一次买很多的话，绝对不要忘记使用 D 妹的专属优惠码 COVE1212，追踪 Covernet 官方虾皮，再送9折优惠券，最后还有双12的优惠，全馆最低下杀45折。我天哪，我太早买了，我要45折。那最后就欢迎大家一起来逛逛，一起剁手手，不孤单。2、3，嘉义，彰化。天哪，都很远呢。你比较想要去彰化还是嘉义？彰化。我比较想要去嘉义，刀石头布啊！你赢了，你选，我不会干扰你的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去嘉义啦，去嘉义哦、喔！哎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去过啊，其实所以没差。这个影片呢是有一个小小的设定，2个人10000，我们坐高铁应该是最快可以到。刚刚1080的票呢，两个人就是2160块。我觉得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先考察一下嘉义。高铁上要找今晚住宿的地方，我们就找到一间可以让我们四个人都住进去，而且非常的大，合适的感觉。这样是4000，4075。这边就是我们这次嘉义行的代步工具，那总共花了1240块。那刚刚我在 IG 上呢有问大家4个选项，大家投要去吃琉璃掌。琉璃掌鸡肉饭。鸡肉片跟鸡肉丝。哎呀，你是这样配啊。我鸡肉饭。只来加一只，加上又有酸菜的那个清爽的跟那个脆的感觉。你的没有酸菜、欸，对，我的没酸菜。推荐点肉片，好烫、喔，但它的汤头是好喝的。手工鱼丸哎、欸，整颗是鱼浆的鱼丸。酥包号称嘉义学生的下午茶，我们就来吃吃看酥包。我想先吃红豆，我的是高丽菜。很酥哎、欸，最外面的那个比较皱褶，比较硬的，嗯，蛮好吃的、欸。我比较喜欢甜的，然后它不会很油哦，因为我每个口味都买了一个。它玉米是咸的、欸，烹起来的炸的地方是偏 Q 的。玉米跟高丽菜，我觉得高丽菜比较好吃，比较好吃，淡淡的地瓜香，很简单的内馅，铜板价一个10块钱，真的很便宜。
色古香的感觉，而且它都是木头。天哪，好多漫画！哇，这肯定是个直男。《神雕侠侣》啊，然后什么《侦探物语》啊，都没有少女漫画。开放式厨房哎、欸，啊、哦，这边是客厅，日式风格。然后里面有个厕所，超大的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厕所，我很喜欢它，就是这种很有 feel、很有味道的设计。啊，另外一个是这个，哎、欸，那这两张床哎、欸，我睡客厅。来，再选一下三个选择。怎么了？你的床太苦闷了吗？硬了吧？不行吗？我也不是不行啊。第二个选择，橘色那个，还行吧？还行，还可以接受。那你想听一看第三个选择？第三个种，这边吧，可以睡这边吧。老板决定，这间就让给你，单独间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结果我们就是选到了一个只有两张床，但是我们有一位男生，三个女生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晚上自己睡一张床，耶、yeah! ！我们要三个就是这样靠动。等下好像可以去吃个豆花、欸，哎，它还有分哦，五星、四星、三星。哇！哎、欸，砂锅鱼头林聪明，然后他们的店在这里，哇！哇塞，太大了吧！这样子人算少，真假？真的好香啊！怎么办？还是我们要先吃砂锅鱼？401，我们先抽号码牌，我们先去吃豆花。还有上 Netflix 吗？啊，吃啊！表姐表示想吃。饼干到了，好多人哦！我靠，那就一个柠檬，一个柠檬焦糖，一个豆浆冰沙，红豆、绿豆、花生、小薏仁都要加。豆浆的味道很甜哎、欸，然后这个呢，其实是真的很好吃的豆浆豆花，味道很够。我们这两碗里面点的料不一样，这边是红豆、绿豆、薏仁，然后这边是珍珠、芋圆还有花生、花圆啊，对，好花生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汤底？这个蛮酸的，因为这个很甜。因为它写焦糖柠檬，但它其实没有很甜，它没有很甜，对，它偏酸。我比较喜欢这个，是豆浆冰淇淋吗？有一种锅渣米冰，稍微含在喉头之后吞下去，会有一个淡淡的甜味，很浓的感觉。我们刚刚有抽号码牌，抽号码牌。走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店已经关了，然后他就说他们在授课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但是你帮我抽号码牌，然后就让我们进来，我们是最后一批客人，太 lucky 了吧。抽号码牌的那个证明。最后我们点了两碗单人的砂锅菜加鱼肉，还有这个酱子，只要315块，超便宜 ！Oh my god！ 细算一下，我们目前已经花费了7947块，还要先把高铁的钱给先算进去，可以花的钱只剩2053块，我们就省着用，我们去一些免费的地方就好。好入味哦，但是有一点点辣。但是它这个汤跟那个菜卤得非常非常的好吃，而且他们说汤不够都可以加汤，我就爱这种。那鱼相对比较没有调味，没有。那你要下去吃，因为它炸会让它赶快吸那个汤。要泡汤，它的精髓就在它的汤头里面。一个人这样子一碗才170而已，其实可以吃超饱。这一碗是什么？好吃。汤碗是我要拿来招待你们的啦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聊一些，都让你们慢慢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是最后一批客人出来的，还好有知道。对，还好知道。未雨绸缪啊，下雨啊，还要选择这 Covenant 的帽子啊，是不是？决定要回民宿之前再来刻一个阿爱米糕。啊，这个米糕为什么来吃呢？就是我们摄影师还有露露来急推，有这么好吃 ？We'll see。它就是白饭呢、啊。那它的饭是粒粒都有入那个油的感觉，我觉得好吃，但是。刚真的吃太多，吃太多东西，吃太饱了，真的太饱了。但是我觉得它是很香的，对，它的肉都没有肥肉。嗯，我说真的，它是越吃越香。我喝看它汤，哦，关东煮汤的感觉，好喝。Niki 是狂热粉之一，
这米很香，然后油都有包在那个米上面。对，没错，我刚讲过了。还是跟你选一样好吃，真的。快点，快点，郑勋，郑勋来，郑勋来，怎么样？怎么形容？回家的感觉。晚安。今天吃不好喝不好，明天再去。哎，我们明天预计呢一早去吃好吃的泡芙。那今天第一天就差不多到这边。早安！为什么会这样起床呢？因为我国外一个很喜欢的 YouTuber 就是 Ashley 跟 Kelly 他们就有拍过这样子的画面，所以我就想要致敬一下他们。就是这间店买东西，蛮好吃的，我觉得流沙菠萝，流沙菠萝好吃。因为我一直以为它的那个新鲜的大泡芙是有焦糖口味的，但他说他们焦糖口味是要下午才有，买了替代的这个，然后我们买了黑糖、栗子、大泡芙跟柠檬的四种口味，超大的泡芙。所以面法是长这样。面包的口感比较软一点点，不是脆的那种，但是我觉得它上面鲜奶油好吃，鲜奶油比卡士达还要甜，加起来我觉得算是综合。柠檬它就是外面一层有那个柠檬的香味，它这个柠檬最特别的是它的柠檬巧克力硬化在泡芙上面，因为脆脆的口感，它上面还有撒柠檬的那个皮，香气更重，很好吃耶。栗子我觉得好像会跟大泡芙差不多呢，因为构造蛮像的，咸咸的起司酱的感觉，好特别哦！它的栗子很香哎，里面也是栗子。我觉得这家特别，就是它超级超级多种口味，然后分不同的时段出那个口味。栗子跟鲜奶油结合，很棒哎！黑糖的它上面就有软糖哎，是黑糖的软糖，对，黑糖的软糖，很好吃。然后里面是黑糖的馅，哦，黑糖馅看起来很赞。哎，不行啦，我们已经拿很多了呢。没关系，不要啦。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爱你们。各位，我们额外的加码了两颗泡芙。我今年的热量到十二月底前全部都在这了。这覆盆子的非常香，它的馅料都是炸出来的那种，哎，好好吃哦。这个是布丁的，它的泡芙是有点像是潜艇堡的感觉。超浓郁，里面有真的布丁哎，哦，难怪它要做潜艇堡啊！这个焦糖的里面也有几馅哎，它从后面哦，那个脆感里面，它里面是焦糖馅，很强哎，好好吃哦，好像在吃糖葫芦哦，好开心哦，我人生圆满了耶！流沙菠萝，他们刚出炉就直接拿给我们了，直接试吃一波，很厉害。酥酥脆脆甜甜的，然后里面就是咸咸的那个流沙，好赞哦！谢谢让我们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他们说在地人都喝那个知更鸟巢，不喝玉香屋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直接去知更鸟巢，在旁边而已，它有两间店。好，我信他。我买他的葡萄柚绿茶。哇，很多葡萄柚哎，然后它有一颗梅子。很酸，葡萄柚给了很多，酸是葡萄柚在酸，它的绿茶其实是不会涩，有茶香，我觉得是好喝的。就连我刚刚吃了那么多甜的东西，喝也还是觉得是好喝的，就很清爽啊。泡脚一个人是250，对，然后一个小时有一杯饮料跟一个奶酪。哦，好，还有奶酪，哇哇，在帐篷里面泡脚。有药包哎，重味，中药味很重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我现在没有很想要泡脚，好热。超漂亮，那个风景超美的。我觉得早上来泡脚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白天来的景色才是最棒的。
面还有很多人私讯我说有其他好吃的鸡肉饭，我这边挑选了两个最多人推的，就是三和跟郭家，发这个 IG 的限动，就请大家投票，然后我们就会去那边吃。泡脚舒服，但是我觉得冬天来比较好。三只小猪到路，我们原本是要去吃鸡肉饭的，但是早上的泡芙满到这里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先来三只小猪，然后再去吃鸡肉饭。嘉义这边礼拜二很多东西公休，尽量不要挑礼拜二来。今天礼拜三，我们也可以泡脚，也可以来三只小猪，赞！禁止欺负动物哦，参加。啊！小猪，这里有狐朋哎 ，Hello 啊！送来送去的，哈哈哈，它们的毛好漂亮哦，我真的很大。我也可以下去哎 ，Hello， 舌头怎么这样子掉出来掉出来的？哇，这边就是很惬意。小陈君，你好，哎，他听得懂哎 ，Hello， 好可爱，我觉得超值得哎，这里才100块而已，得到的开心真是无限大哎，动物真的是超疗愈的。绵羊猪，看这个欧杯，不要吃太多，会被杀。官方送的牧草，你看这个羊妹妹，啊，好可爱！你要吃吗？耶！这边有新鲜的，哦，好可爱哦。他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哎，小猪，泡脚，我们剩超多留给你们的，因为你们是三只小猪这边的镇店之宝，对不对？他们在适应中哎，因为有好，他们在咬那个纸哎，好漂亮的颜色，好多，而且好肥哦，他们长成是长得很好哎。其实我们在这个三只小猪这边超久，因为这边非常非常值得待，很多地方很好拍，可以跟小动物互动。我超爱这个的，他还给我们喂鱼的饲料哎。鱼！哇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这边都游过来了，这边的人，这边的鱼都游过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投票到底是谁胜出呢？郭家。那我们就去郭家吃鸡肉饭。晚餐时间，我们来到了郭家，在嘉义吃的最后一个鸡肉饭。我觉得鸡肉有点少，好像大家都这样。它的鸡肉是比那个琉璃长得大，有混那个蛋液跟酱油在饭里面，比较好吃，会比较有味道。你都把鸡肉吃光了，我哪有？哎呀，好不好？剩一点点，汤不错喝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吃饭喽。现在我们在嘉义火车站，时间是晚上的6:30，基本上算上回程的时间，我们嘉义30个小时挑战成功。我们总共花了8990块，剩下1010块。耶，我们有胜耶，拿去吃庆功宴。这次呢，我们来嘉义其实做了很多事情，也吃了超级多东西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次嘉义30个小时的挑战。每一个县市的30个小时挑战，我都会邀一个新的来宾。很开心有大表姐来陪我一起玩嘉义。下一集的来宾，大家会想要看谁跟弟妹一起游玩台湾呢？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按个赞、订阅频道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掉任何一支影片。分享出去给你所有的嘉义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。拜拜，拜嘉义，谢谢你们。你有当过主修吗？我没有，我每次出去玩就是跟行程派的，但是我完全不会有任何意见，不会排了之后呢说我不想去，我不会，我绝对不是那种人，佩服那些找行程的人。